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愿世间快乐多过于悲伤，愿世间温暖多过于孤单，愿世间光明多过于黑暗，愿世间和平多过于争战，愿世间感恩替代了责难，愿世间谦逊多过于骄慢，愿世间慷慨多过于贪婪，愿世间良善多过于邪，愿天空保佑最初的蔚蓝，愿心量如海被点点拓宽，愿生命随缘聚散随遇而安，万物都回归。有缘来澳洲才见面，那我讲佛教讲因缘，所以我能够到少林寺来，特别是澳洲的少林寺，这也要有缘，因为我的传承就是少林寺，所以我跟永兴大和尚也很熟。那因为我的师公师父都是河南人，这个叫因缘，所以今天我也第一次跟我们严孔法师、严策法师、严义法师见面，我内心非常随喜，因为三位非常端正，而且能够在这边住持佛法，特别是释迦牟尼佛的心法禅啊，所以每次在机场，很多人问我，外国人问我，都是讲我你是不是少林寺的，然后他就问我说你修什么禅的，他就比这样，我就说 No in my mind 心灵少林禅，不生气，不吃肉，不想女人他就很讶异啊，你可以做到这样 Right 啊，怎么做 Patient，你要忍，没有别的方法啊，最后就不用忍这样。那我想后来我会跟他说我修的是慈悲禅，就是专门做好事，他问我做什么好事，喂海鸥啊，喂鱼啊，刨你们的坟墓啊，所以我想当然我这样讲的意思是世上没有秘密，你也会我也会这样，任何人都可以。好，一开始来请合掌，请各位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一心顶礼达摩祖师，少林寺传承祖师，一心顶礼永信大和尚，常住法师，我为父母众生
澳洲有情，六道众生，以大悲心，发菩提心，安住空性，参加法会，愿所有功德回向法界众生，澳洲地区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众生离苦，同成佛道。请放掌。各位，刚刚在念是你最美的时候，最庄严的时候，因为让我们的心跟佛陀合在一起。修行就是这样，合掌代表什么意思？这一只手代表佛的圆满的功德菩提心，这一只手代表所有受苦轮回的众生，很苦，是如何把佛的圆满的功德帮助受苦的众生，就要靠我们的一个无分别的禅空性的力量。所以这个叫什么？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汉人喜欢念佛，这个念佛，一心念佛什么意思呢？事实上你念阿弥陀佛，念观音菩萨，就把佛的心，你相信佛的圆满的力量进入你的心，然后再透过你的心，你想到袋鼠，你想到可怜被火烧死了，他就可以得到离苦。我们是佛陀圆满的功德跟受苦众生的什么？你想连接点，重不重要？太重要了。所以无论如何，你平常脾气不好，贪嗔痴，但至少在念佛那个时候，记住这个原则：地下室乌漆麻黑，但是我们一个小小的镜子，可不可以把澳洲这么亮的太阳折射到地下室？可不可以？我们就是这样就好了。只要你专心愿意，你对可怜的众生有悲心，你对诸佛菩萨的功德有信心，然后加上你愿意一心为他们，所以念一次信心、悲心，成就一切，没有很困难。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你要不要？救你自己。今天讲个最难听的，你老公有外遇了，你朋友钱不还给你了，你儿子生病了，心里乱了。当然，我们没有能力处理这个事情，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把这个能力交给阿弥陀佛，好不好啊？交给本师释迦牟尼佛，交给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说，你碰到外在的苦难，你一心念我观音菩萨，外在的苦难消除。观音菩萨说，你内心升起了贪嗔痴这些你没办法解决的烦恼，但是你意念我，你眼睛闭起来念观音菩萨，想着观音菩萨在你心里面，你的贪嗔痴就不见了啊。所以你世间上你有什么愿啊？我要交男朋友，交女朋友，生好儿女，你用身体礼拜观音菩萨，这个就是《妙法莲华经》的普门品的重点啊。所以我想各位这一点，我再问各位，做得到做不到？很简单，那你如何保持长久如此，那就对了，这叫修行。但是修行如果没有这些负面的境界，你就不知道你做得到做不到啊。儿子跌倒了，钱不还你了，老公找别人了，南无大悲观音菩萨，这样你赶快念，不要让你的心乱掉。所以这些境界是帮助你修行的方法。请问境界是真的还假的？海涛法师最出名的，真的还假的？假的。只是你把它当真了。金刚经说，凡所有相都是虚幻。所以我在问你，爱情是真的还假的？太好了，那你还在这边干嘛？你就可以剃头了。
所以各位你要看清楚了，佛教所讲的智慧，智慧不是你去读很多经或是看很多书，当然经典帮你的忙可以。什么叫智慧？那一下看到真实相，这句话我们叫实相、真相、真如，本来如此，一直如此，未来也如此，这个叫真相。请问前面这个花会永远漂亮吗？真相。前面这个花会变成肥料吗？真相。那如果你知道真相，这个花坏掉了、凋谢了，你不会生气，这个叫禅，空性超越它。但是好好运用这个花的美来庄严佛法，来庄严你的心，那你就所向无敌了。所以医生说你得癌症，你会很痛苦。我得癌症，你这句话讲错了，他得癌症。这个叫禅。什么叫禅？你讲无我的智慧，哎，超越他在得癌症，那我利用他来修行可以。心里有没有得癌症？那才是真癌症哦！啊，如果你的内心执着某一个东西，我一定要得到这个东西，我要永远漂亮，所以你的内心里面不要被境界影响。因为境界都像镜子里面的影像，请问电视里面镜子里面的影像是真的还假的？哦，你们已经讲好多次了。这个叫知道，你知不知道？知道，道就是真理，我知道，那你叫练习，这个叫修行。所以修行最重要，归佛、归法、归身，最重要是法。这个法，佛陀告诉我们，万法都是假的、虚幻的、变化无常的、苦的，相不相信？你不相信，你就不会来寺庙，因为你认为佛圆满了。南无，南无就是归命，我把我圆满的生命贡献依止本师释迦牟尼佛，叫南无。依止佛陀的人吗？不是，佛陀的肉体不在，佛陀的法。释迦牟尼，释迦是什么？那就是悲心的意思，慈悲的。牟尼，牟尼就是像莲花一样，这个牟尼宝代表智慧，不染着一切。所以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去皈依慈悲，没有恨，平等的爱情，智慧没有染着，没有分别，自在显现。智是了解一切，慧是没分别一切。什么叫慧？我现在讲，这一只等于马桶，你相不相信？那你要说是，为什么？反正你说黑我就黑，你说白我就白，因为黑白都是暂时的。我等于你，你等于我，我们等于袋鼠，你相不相信？站在慧，袋鼠也有佛性，中国人也有佛性，澳洲人也有佛性，外表他是澳洲人，我是华人，他是袋鼠，请问他的本体一不一样？这个叫慧，智慧的慧。智呢？那虽然我现在扮演中国人、华人，那我怎么去把这个做好？我扮演袋鼠，那我如何把这个工作做好？这个叫缘起。所以佛教里面，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等正觉，就四个字背下：缘起性空，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什么叫诸法？高矮胖瘦、富贵贫贱、皮肤白皮肤黑、升天下地狱，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而产生的，不是注定好的，不是上帝，不是佛，也不是你爸爸妈妈要给你生着黑黑矮矮的啊。这些法都有它的原因条件。我简单的问，这杯水为什么会变甜的？为什么？加糖，它有它的条件。为什么变咸的？加盐吧。你的生命快乐与痛苦决定在你自己是加糖或加盐吧。所以我在这边必须告诉各位，因为很多人很有心机哦，想尽办法要把钱搞到啊，不择手段要把护照搞到啊，那你浪费了。怎么样赶快拿澳洲护照？
我告诉你，种因缘对澳洲好一点就好了。心里想的，我来澳洲是希望对澳洲这个社会国家有所贡献，那请问你会不会得到一个好的反作用力？所以你就会拿到好的签证，快安全。但是如果我是一个自私，我来这边要来得到什么，那你跟他是对立的。所以各位，你要相信这个缘起，念一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用尽心机赚钱不见得有钱，但是呢，你想办法去帮助贫穷人，就像我们今天去水族馆，哎呦，外面好多鸽子啊，给他一点，偷偷给他一点面包吃啊，旁边是海港，没有警察，丢一点给鱼吃啊，进到水族馆开始超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死掉了要超度。你用一个利他的心态，在那一次行为反作用力，你对他好，他自然就对你好。所以这个叫缘起，诸法因缘生，但是凡是因缘所生法，一定不是永恒的。你再有钱也不是永恒的，感情再好也不是永恒的。凡是有健康就会生病，坐高位必须下台，在一起的必须分开，有生命必须死亡，相不相信？要佛陀讲啊，是非常寂，四个不是永恒的，你所看到的都不是永恒的道理，你要去了解。所以凡事都是因缘所生法，那既然是因缘所生法，没有永恒的，所以它本体都是什么？念一下：空性，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当你老公有外遇，你赶快念哦。此时正是修行时，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你要赶快念哦。为什么？你执着了，痛苦了。因为缘生缘灭不是你这辈子可以计算的。人有没有前世？相不相信有前世？这是我们最大的福报，相信有前世。所以你要延续前世的业，相信有来世，所以你可以承受这辈子所造的善恶业，你可以改变你的命运。所以万法都可以改变的，释迦牟尼佛成佛第一句最重要的话，各位都会背：其哉其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都跟佛一样具足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妄想就是错误的想法，而且对变化无常的、对空的想要抓住。老公，我爱你，你爱我吗？你要我骗你还是讲假话？啊，我要抓住什么？执着就是放不下。所以各位，心里苦不苦啊？苦就是因为你放不下。所以不要怪别人，一切要回光返照，怪自己是因为我没智慧，所以我会烦恼。所以有一句话，我们圣严法师讲了：来，有智慧则没烦恼，有慈悲则没敌人。所以你会烦恼啊、哦，原来我没智慧，所以我有跟别人吵架对立，因为你不慈悲。这个世界啊，已经变成一个小世界了。透过网络，各位也会看到太多的国家与国家、宗教与宗教、民族与民族、生命与生命，人要杀动物，动物要伤害人，对不对？啊，鬼也会伤害人，都还在对立的状态。各种宗教都在对立的状态，民族国家在对立的状态，唯有佛陀讲一个永恒的不对立。念一下：诸法空相，万法本来就是平等。这个空不离开你，缘起这个生命很简单，像我们活着能不能离开太阳？不行。能不能离开空气？不行。能不能离开水？不行。能不能离开树木？讲树木就好了，白天它给我们氧气，它把我们二氧化碳给吸收走了，所以空气才会好。人不能够离开树，人不能够离开土地，人不能够离开爸爸妈妈，离开万事万物跟别人，我们没有办法单独存在。这个真理相不相信？好好思维，叫禅。
禅就是这个意思，思维它的真相。原来离开澳洲，离开中国，离开爸爸妈妈，离开泰国，万法不能单独存在，所以这个世界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存在，所以我这里面有你，你那里面有我，所以我现在做一个结论，来，我就是树，同不同意？同意啊，因为树也在我身体啊。再来，我就是太阳，各位，你吃的蔬菜任何一个东西没有太阳它活不了，我们有太阳能量在我们这边，所以我们不能离开它。所以念一下，我就是太阳，我就是蚂蚁，我就是猪，我就是牛。所以你干嘛杀你自己呢？如果你了解这个观念，就像我从小我妈妈跟我说不要喝牛奶啊，我说为什么？牛啊，他先告诉我，来，不要吃牛肉。我说为什么不能吃牛肉？牛是你妈。我问为什么，他说妈妈从小没有奶给你喝，我是老三，妈妈就拿牛奶给你喝，但是你也不喜欢喝，所以但是你喝过牛奶，所以牛就做过你妈妈了，所以长大不要吃牛肉，这是我们中国人最好的教育。牛帮我们耕田，牛帮我们啊做了很多的事情，你干嘛又去把它杀掉了？所以离开牛就像离开爸爸妈妈一样，我们不能存在。所以我今天讲这个不深也不浅，但是对我们大家很重要。那各位要去思维这个道理。来到澳洲啊，真的是地大人少，你可以好好想啊，有很多空闲时间跟美丽的太阳跟风，让你去想一下这个问题。澳洲是人间天堂，真的是人间天堂，对生活很好，对修行不好。为什么？那修行没什么寺庙啊，没什么大法会啊，所以叫边地，边地啊。所以那你来澳洲干嘛？你要说帮助众生，弘扬佛法，就跟三位法师一样，鼓掌啊！来澳洲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啊，传播佛法。虽然他们有福报，但是如果能够懂佛法，福报更好。所以我希望下回演讲啊，都是澳洲人，没有你们，那就是把佛法给他们了。所以你来澳洲，你为什么会住在澳洲？你相不相信你过去是做过澳洲人？相不相信？看是蓝山的原住民嘛，还是英国的罪犯呢？啊，我跟各位讲，我都干过，你相不相信？我相信。所以我回到中国的时候，我觉得说这也是我家，是我也相信，因为人在无量世的轮回里面。你做过我，我做过你，你做过我父母，我做过你子女，只是现在因为我们不相信了，甚至自己没有智慧啊，不了解，所以看到树就要谢谢它，没有你我们不能呼吸啊，对不对啊？树是我们身体以外的肺脏啊，不要随便砍它。我觉得澳洲最好的是树林多，动物多，念一下动物天堂啊，动物就是多，但是人类有时候也会去伤害动物。但是我们佛教徒呢，请各位来超度动物。南无阿弥陀佛。袋鼠超度，兔子超度，好不好啊？希望各位，你就说我没有能力，不用你有能力，你把佛的力量展现在对方就好了。你看到澳洲哪里有灾难，所以我这两天写了很多牌位，我上网去查，哇，1942年是吧，第一次世界大战，1915年是吧，有澳洲跟纽西兰的军队在土耳其死了很多人啊。然后呢，那一次的半岛战役，哇，居然总共各国联军死了13万人，赶快写牌位。然后今天我们这样共修，可不可以回向给他？可以。来，今日法会功德，回向中华民族，万姓祖先，澳洲各民族及原住民往生祖先众等，
所有战争死亡者，个人流产胎儿，所吃所杀，动物亡灵，造成病苦，冤亲债主，法会内外，有情众生，同享功德。哦啊哦，南无阿弥陀佛。啊，他们有没有得到？佛马上加持他们。我在这边要给各位一个绝对不要怀疑的信心。当你一合掌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请问本师释迦牟尼佛有没有来？所以他叫佛。如果他没来，就不叫佛。卫星频道到处都是，只要你手机打开。何况佛的力量，所以我在这一点我必须强调各位，如果你依靠你自己，你会觉得自己没有力量，了解吗？会害怕，会想要抓住什么，很脆弱，因为你信仰的力量不够。所以各位一定要相信，你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马上降临，观音菩萨灵感不可思议，当你有这个力量，你就不会烦恼。我现在 很痛苦，甚至想要自杀，用你的力量你会很痛苦，你会很烦恼，那么观音菩萨加持我啊！观音菩萨会不会加持你？一定的。你的女儿最近很脆弱，哎呀，感情不顺，很烦恼，你不要跟着烦恼啊，那叫烦恼加烦恼，你赶快停下来。南无救苦救难，南无观世音菩萨，你念大悲咒，你念观音菩萨的圣号，愿观音菩萨加持我女儿脆弱的心，愿她心里平静。请问女儿会不会平静？这个叫助念，对活着的人，对往生者，包括刚刚讲了中华民族万姓祖先，我们今天在这边少林寺公修，澳洲少林寺，我们这样合起来的力量回向给中华民族、澳洲民族、世界各民族，请问他们心里会不会安定？记住，你安定，对方就安定；你不安定，对方就乱。所以记住我一句话：老公都是给老婆气死的，有没有道理？你每天给他烦烦烦烦，你不回来，我要你死的，他就中风了，都是你害死他的。你想。一切为心造，所以各位这一点要相信，把你的想法放掉。这个佛教里面念一下，调伏自我，净化内心，你要把你自己放掉啊！但是你要相信佛的。今天我儿子在打电动玩具，一直玩手机，你气得半死，不要气，妈妈进去念一遍大悲咒，求观音菩萨加持，出来了，儿子手机呢？坏了，不见了，真管用。各位，你不要给他抢手机啊，他会跳楼，我跟你讲啊，他真的会跳楼啊，因为这是他生命的归处，手机，他不像我们还可以归佛陀。所以各位这一点记住，特别女人，你爱一个男人，你这么爱他，你把心脏都交给他，但是你就开始很痛苦，越痛苦就 越空虚，越无助。所以没有痛苦，你怎么会皈依三宝呢？没有问题，交给观音菩萨，好不好啊？他会安排一个更好的给你，但至少你的心不会那么痛苦，至少他会回头是岸，了解吗？你自己去处理伤害你的，因为你是烦恼心，怎么去处理烦恼呢？火上加火会害死人的，信仰，赶快念观音菩萨，赶快念大悲咒。爸爸得癌症，我帮他念药师经，念药师咒，交给药师佛，好不好啊？啊，祖母往生，交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要烦恼，不要说这样不行，那样不行，一定要怎么样？他们在吃肉，他们在杀生，这个你都要放下。阿弥陀佛，佛法无边啊，管他怎么往生的，阿弥陀佛都会来带领他。往生极乐世界不是他，只要他相信苦，有信心，一定超度，相不相信？相信。所以我告诉各位，把你的生命归依阿弥陀佛，好不好？你相信，你现在的心有没有在极乐世界？往生不用等死了以后，
阿弥陀经说，今发愿，已发愿，当发愿，愿往生极乐净土者，十方诸佛皆来加持你，保证你成佛，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但是现在的人，我发觉问题在哪里？不相信，怀疑，念阿弥陀佛并没有把心交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只讲一句话，来，把心交给他，要不要？不要光交给男人啊，不可靠啊。交给爱钱，交给金钱，交给地位，不可靠啊。是，这是我们三宝弟子皈依，叫皈命。你要用生命去依止三宝，依止本师释迦牟尼佛。事实上，十方诸佛都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心中所现，依集一切。不管你相信哪一尊，你相信观音菩萨，那你也相信圣母玛利亚。圣母玛利亚是不是观音菩萨的化身？佛菩萨会示现成各种人类宗教的需要，因为佛菩萨慈悲。所以我说，天主教等于佛教，相不相信？佛教等于回教，相不相信？这个叫空性，记住啊！我发觉很多人在研究理论呢，对立，看不起别人。哎，这个不是，我这个才最好。这个叫我慢的毒。学佛是让我们谦虚，接受一切，无分别一切，而不是那么对立。所以每次我走到哪里，他们都问海涛法师，请问你哪一宗的啊？我都先问他你哪一宗，我哪一宗？那我跟你同宗。你哪一教？我跟你同教。为什么？因为我学的是空性，你是天主教，那我们一起来念玫瑰经，希望你们都见到圣母玛利亚啊！所以我不会排斥。所以我们昨天去玛利亚教堂这边呢，我们念得很认真啊，对啊，祈请圣母玛利亚现前接引亡魂升天，乃是带着他们去极乐世界，当然要认真啊！啊，而且我们点灯。师父，那是玛利亚，你点灯。玛利亚也有佛性哎。台湾的妈祖是观音变的，西方的玛利亚也是观音菩萨，因为代表慈悲就对了啦。那你要度外国人不变成玛利亚，你度什么？啊，所以你当然要变成跟他一样，这个叫空性，不执着。念一下：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无分别相，离一切相，即见自己，即见诸佛。看见吗？你看到你那一面。所以各位来到澳洲，要好好做澳洲人，好不好啊？要好好的关心澳洲啊，因为澳洲也是世界的一部分。你关心澳洲，就是在关心中国；你关心中国，也是在关心美国。不能有对立，有对立不是真正的佛教徒啊！所以因无所住，不能有对立，你就是我。所以唯有佛法是救世界之光，众生和平，世界和平，夫妻和平。你自己不和平，夫妻也不和平，家庭革命，社会不安定，政治不安定，国家灾难就来了。澳洲还是算比较安定的一个地方，比较少这些大风灾、大水灾。为什么？因为人少。我们中国人太多，烦恼也多，贪嗔痴也多，杀的也多。所以各位，那你要把澳洲的心回向给中国，好不好啊？更要回向给美国，啊，更要回向给地狱。所以，为了帮助对方。你必须安定，儿子生病了，你平静，然后跟他念念观音菩萨，或是安慰他，这样就好了。啊，老公赌麻将赌输了，安定。老公，你辛苦了，没钱，感情好就好。但是你很生气，你一生气，他赌输了，回来还揍你，都是你害我的。万法唯心造。因为你一焦躁，你一对立，他保证惨的。
以后你知道你老公在喝酒打麻将，你在家里那么很难打那多难爷爷，每一个钟头打电话，老婆回家你要吃什么？哎呦，真管用！我跟各位讲的是真理，这是我的存在的意义。我什么事情我都不紧张，再天大的事情没有问题，念佛吧，念观音菩萨，因为佛法无边，自己不能乱。我再讲一次，阳光这么强，透过一个平静的镜子，可以把这个光，你要照到地狱就照到地狱，照到美国就照到美国，了解吗？但是你的心一乱了，这个光照不出去。所以应无所住，禅代表平静的心，而且平静不是乱，平静又显现一切，了解吗？请问我们的摄影机跟镜子能不能显现一切？但是如果有人想要在镜子里面拿东西，镜子会破掉。你晚上做的梦是真的还假的？晚上做的梦是真的还假的？讲大声一点，要承认。然后再问你，你白天所看到的、所摸到的是真的还假的 ？OK， 开悟，假的，假的你就不要太在乎，气得半死。啊，欲望要的要死，我要，何必呢？所以各位，这个叫智慧。那你要皈依智慧，你皈依智慧，现在你起烦恼了、生气了，然后有压力了，你要知道，我又离开真理了，了解吗？拉回来，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乃是来跟我们赞义法师啊、什么严义法师打打少林拳，运动嘛。由外而内，啊，由内而外，拜佛也可以，随便你。我认为唱圣歌，像我去意大利梵蒂冈，他们唱圣歌，我一听太好了，我们维诺都没这么好听，啊，因为他们那个离天最近，那个教堂就不用麦克风，哇，好好听啊！所以我要融入在这里面，我不会说，哎呀，他念的是这些天主教的，这个跟我佛教没关系，那就是对立。了解吗？所以我想各位，就像你礼拜天你走在路上你会很快乐，因为那天不用上班，所以你会觉得花花草草蛮漂亮的。但是你平常上班赶着上班，路边的花花草草你从来不想，你从来没有欣赏它的美。所以佛教有一句话，念一下，活在当下啊、你要活在当下。生病 OK， 生病正好休息啊，为什么会生病？哦，这是我的业障。过去我吃肉吃太多，杀生太多啊，脾气不好的会中风啊，了解吗？压抑，然后这边念念批评了会乳癌啊，会肺癌啊，啊，贪欲很强的会是糖尿病啊，三高啊，啊，肾脏病叫贪，傲慢的人膝盖不好啊，啊。很喜欢做事，压力很大，边做还边批评的，腰会断了。我告诉你，你的心态一直在影响你的身心。记住哦，皮肤为什么早晚会痒？好色啊！洗完澡开始痒，好色啊！啊，什么问题都跟你自己的心态有关系。头为什么痛？想太多，心机太深。啊。所以我想各位，这些天台智者大师讲，佛陀也讲，你的烦恼引导所做的一切会造成你的现象。心清净则肉体清净，心清净则世界清净，心清净则众生清净。你要改变你儿子最好的方法，念一下，改变自己。记住啊、哦，你这样他永远这样，你这样他就这样。你一直说你老公很会骂，我说你也很会骂。他本来不骂的，是因为你才骂。他对别人都不骂，啊，对，他就骂我，对别人很好，因为他看到你就知道一副欠骂的样子。你为什么要弄得一股那种令人讨厌欠骂的样子？是你激起他骂你的。一切为心造，所以心可以改变一切。你现在有慈悲心了，你就在改变世界。所以我想，每个人必须为自己的命运负责，每个人也要为世界的命运负责。如果我们大家都来禅，
如果我们大家都来念佛，如果我们大家都来 Om Mani Padme Hum， 如果我们大家都来静静的，那世界就改变了。因为讲心一变，贪嗔痴慢疑，贪招水病，贪心的人水的病，嗔心的人火病，愚痴的人骨头病。无论如何，那心平静了，透过念佛，透过诵经，透过打坐，透过拜忏都可以，你心清静了，身体自然会恢复，不然你吃了多少药都没有用。但是佛陀也跟我们讲了，一个人会生病有三种原因，各位一定很关心，捏下来，业障，第二个鬼神，第三个四大不调。所以当你生病，第一个要做的跪下来，如果你能跪，诸佛菩萨加持我忏悔，因为我虐待我的身体啊，你这个身体造了一些恶业，比如说你讲话骂人，你就会咳嗽，声音不好听啊，所以那你就要开始忏悔业障。所以我们有三昧水忏、大悲水忏、梁皇宝忏、忏悔记都可以先忏悔。忏悔完以后，念一下超度鬼神，就是冤亲债主，感情不好的一定有感情债主，你上辈子破坏别人的感情，那一个众生现在来破坏你的感情，了解吗？什么叫感情债主？你的女儿你一定要帮她超度感情债主，不然她去谈恋爱会弄错对象。什么叫感情债主？这个男人对她好，这个男人会欺负她，感情债主他就推你去找他，了解吗？如果你有杀业债主，你这个人小小的病，这个杀业债主会推向你去，让那个医生来帮你开刀，弄得你半死，因为他要让你死。所以杀业债主会让你被开刀得重病，感情债主会让你感情很痛苦，金钱债主会让你亏钱，被偷被抢被骗，口业债主会让你人际关系很不好。那佛教讲有这个冤亲债主，所以各位要写牌位超度他，诵经超度他。所以在这一次，业障要忏悔，鬼神要超度，身心要调整，多运动、打坐、吃素、晒太阳，对不对？早一点睡，早一点起来，你可以调。但是如果你前面这两个不做，你宣布开刀，马上完蛋。为什么？冤亲债主他会转移的哦，鬼神会生气的哦，你马上事情变严重。你业障消除了，鬼神超度了，吃个维他命睡个觉，感冒就好了。你业障没消除，鬼神没超度，感冒一个月好不了，好了又来了。什么叫债？他找你的。所以那什么叫业障？人因为有烦恼贪嗔痴傲慢心态，这个烦恼用你的身口意去造作，叫造业，就会产生每个人的业报不一样。电视台的存在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让大众能够感受到。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大家好，我是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一军。自12月1日启动秋冬防疫专案，请您共同配合以下事项：一、前往医疗照护、公共运输、生活消费、教育学习、观展观赛、休闲娱乐、宗教祭祀、洽公机关机构等八大类高风险场域时，因为不宜与他人保持社交距离，且会接触到不特定的对象，请您务必佩戴口罩。二、
在户外人潮聚集的场所或集会，请遵守业者或主办单位的人数管制。如果无法保持社交距离，请您自主戴上口罩。参加过程也请配合十连制、量体温、手部消毒等防疫措施。感谢有您与我们一起努力，守护你我的健康。为提升僧伽素质与形象，并祈求普降甘霖，解除旱象，日月潭玄奘寺于本月17日至24日展开为期8天的110年度玄奘大师般若教育僧伽研习会。因为玄奘大师是唐代的高僧，他代表佛教的正法，我就用玄奘大师的这个名义下去办了，也办了4-5年了。那每一次来的，因为过去比较多一点，那现在呢时代的转变了，所以就比较少一点。他每一年都是在招生的时候透过媒体，还有透过斋僧大会下去广告。那么现在因为时代转变了，大家得到法比较容易，所以就来的比较少一点，不过都有在80位至100位左右。本次研习会共有90位来自北中南各地的僧伽共聚一堂，接受重点精华的戒定慧三学解行教育。研习内容丰富多元，包括讲解大乘起信论、修行信心分、大忏悔文、劝发菩提心文略说、比丘尼戒学简介、静坐止观禅坐、认识五蕴皆空、福德资粮讲述、成佛之道、净土自修之方、佛学常识课本导读、中华文化总纲领、梵拜教学等。那么我们也希望说把这个正法能够给出家众了解，然后教导他行跟解呢能够并进，能够行这个大乘佛法的自利利他，而且能累积他福德跟智慧的资粮呢，不是说只是说我们大家来聚会一场，然后到最后谈一谈、吃吃饭、照个相，没有真实的效果。我相信我们的教育呢，这种用三坛大戒的这种比较严格的教育啊，他们都非常的欢喜，也可以说在7天当中呢，他们真正知道说一个修道人应该要怎样的行跟解要并进，而不是说只有大家欢喜一场结个善缘这样了。所以我希望说透过玄奘大师的这种威德力和正法能够注视主要是有行有解就正法注视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讲那个劝发菩提心文的时候，有提到那个，菩提心是什么意思？比如说菩提心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我就联想到之前我之前是学那个广论的，然后我们就是常常说什么是菩提心，菩提心就是为利有情愿成佛。那我就觉得很吻合。除了课堂研习，亦有课外参访。日月潭环湖行脚等动态课程。此外，为关怀僧众的健康，举办中医义诊，结业当天特别安排斋僧共僧活动，勉励学生精进用功，并弘宣大乘佛法。从此上人他这么的悲心，这么圆满的那个课程，每一个课程都深深的那个打动我的心。我是第一次参加，那我也没有在佛学院里面熏修过，我觉得这种课程对我的帮助很大。研习会期间，4月18至21日每晚诵持大悲咒静坐，
4月23日全天恭诵地藏经，并举行大蒙山法会，祈求诸佛菩萨功德加持台湾中南部，普降甘霖，解除旱象。为了全省这个缺少雨水，就在平常在祈祷，就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大家师父都很认真的在学习成长，教导人心。这次真的有来当义工，感受良多，感恩三宝，感恩从此大和尚慈悲。希望说透过媒体能够更大的让大家知道，让出家众知道说啊，我们要办这种生前仪会啊，他们在外面呢能够回来再接受教育啊，这样的话呢一直补足佛教界在法上的教育不足，还有目前现在佛学院还有僧伽大学还有这些佛教大学渐渐没有年轻众，所以我们希望说透过这种活动能够把这些想要求法的这些出家众啊把它收进来啊。我们也经过了很多的研究了，每一次请来的老师我们都有先斟酌过的，都是正见的啊，他有老师在修行持戒的啊，所以我们啊，希望说透过媒体有更多的这些出家众知道这种消息啊，他愿意来参加，来参加以后呢很多的反应都很好，虽然是比较严格一些，不过呢在7天以后啊，他们所学的东西才知道说哦，原来来这里学了这些法还可以应用在生活当中的啊，能够在帮助他们修行的，而不是说呢高谈阔论讲了一大堆东西他都做不到的哦，所以我们啊透过这种僧伽研习会呢来教导现在的出家众，让他能够不忘初衷而不会走偏了。该寺持续于本年11月21日至27日举办僧伽研习会冬季班，规划以进阶的6天课程进一步提升僧众们行解并进修学的方向，欢迎僧众报名参加。生命电视南投玄奘寺采访报道。Oh, no.
Sampai jumpa di video selanjutnya.